哈喽，Hello, 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玲玲，很开心能与各位在实体中见面。现在要开始新手教学喽。可能很多人没有参加过聚灵 V 的活动，所以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聚灵 V。聚灵 V 是一个社群，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互相认识与合作游玩的群体，像是路边的群众，像是同好会，但更松散，没有边界。 参与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巨灵 V 中，参与者与贡献者是自由而且来来去去的，没有像组织一般严谨的界限或架构。巨灵 V 社群中有很多独立运作的工作小组、专案与个人，像是巨灵 b 周松团和巨灵 b 国际交流，就是不同面向的工作小组。而专案们像是 CoFakP 摇机器人。 V Taiwan 点投票指南等等，也会在社群中提案，找有志一同的朋友。也有因为突发事件而出现的快闪专案，像是2014年向日葵数位体验营、高雄气爆资料会诊，或是 COVID-19 爆发时的口罩地图。G 零 V 除了线上社群联系之外，也有许多实体活动，大家见面聊聊最近在做什么。 边吃零食炸鸡边敲键盘，只要吃饱了，就会有新的创意被开发出来哦。九松团会举办的双月黑客松、基础松、各专案的小松 v t a h One 每个礼拜三都有小聚，每两年办一次的周林威丧命双年会等等，每场实体聚会都会让专案慢慢前进。 居岭 V 周松团目前的运作由六位志工和两位职工组成，职工负责专案的执行和规划，每周会和职工开会，确认执行状况以及讨论社群大小事。目前周松团主要筹办的活动就是双业黑客松，二零二零年开始进行临时小学校的专案，过去曾举办了四届居岭 V 公民科技创新奖助金。 还有维持社群协作的基础工具、软硬体设备的提供和资源连接。这一份实体松新手教学，由查和不时讯息的聊天机器人 c o f a c 专案的零零录制。感谢社群伙伴传承投影片与以节提供文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大松一整天的流程怎么进行。新手介绍结束之后。 九点三十分会开始三分钟提案，大家可以从活动供笔里面找到要提案看提案，详列了本日的三分钟提案、短讲和成果报告的提案列表。你可以从里面看到接下来是谁会进行发表，还有该专案的相关供笔以及详细资讯，让想参与的人能更容易理解专案在做什么。 十点四十分会是自我介绍的时间，请大家想三个关键字介绍自己，让专案坑主知道可以找谁帮忙加入专案。十一点开始的分组开工 hacking 时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成果发表之前。中间短讲时段，你可以继续 hacking，也可以到大会议室聆听这次大宋有什么有趣的短讲。十四点半的短讲时间是自由参加。 我们总共开放六组发表者，每组有八分钟的时间。发表者可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专案状况，或是开源社群的大小事。有些专案会想要跟大家说更多的细节，可能也会选在短讲的时段来发表，因为短讲有八分钟，比提案跟成果报告的时间都多呢。十七点我们会进行本次黑客松的成果报告。 专案当天，当然可能不会有非常完整的架构或是成品，但我们希望提案人或是专案参与者可以在这个时段分享一下今天的讨论结论，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为今天的活动做一个总结，并说出下一次的 action item，踏实的往下一步迈进，让专案不会只沦为说说而已。 大宋的一天大概会是这样进行。如果还有哪里不确定，可以到处问人哦。为了消灭彼此之间的数位落差，来到实体中的各位朋友们，请先确认你可以顺利连上网络。连上了网络，我们就拥有了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底层需求——稳定的网络连线。身上没有内建网络热点的各位朋友们，请说服浏览器相信中研院，申请使用中研院的网络连线。 如果你有 iTaiwan 账号，也能使用 iTaiwan 账号登录。如果以上两种方式都无法顺利连上网络，请随时呼救。g l i m y 公民科技社群内有非常大量的工程师，他们会很仁慈并亲切地协助您排除连线上的障碍。在 g l i m y 想要跟大家讨论很重要的一点是，请加入 g l i m y Slack，这是一个类似 Line 的通讯软体，多半会在工作时使用。 Slack 就是朱 n 笔共通的通讯软体，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在 Slack 跟大家分享。详细的 Slack 注册网址在这里，活动共笔上也可以直接找到。请新加入的朋友等会儿空档先去注册，先扫描 QR Code 就可以直接提出注册申请。下一个任务，请跟大家一起写共笔吧。共笔是什么呢？就是共同笔记哦，大家可能都有听过，跟同学一起做同一堂课的笔记。 而在军令 V 的活动，大家也是用同样一份文件来做编辑跟专案讨论，所以先找到共笔，你就得到进入专案讨论的大门钥匙了。呵呵，通常最新一期黑客松的活动共笔会更新在揪松团的网站首页，军令 V 脸书粉专也会有网址。而在揪松团的首页点击本期共笔，就可以找到这次黑客松活动的相关资讯。 在供笔里面可以看见框起来的提案列表，会有前面提及的三分钟提案短讲以及最后成果发表的提案登记列表。这里有很详细的专案简介跟连接，主要可以看专案的主题、它的供笔连接，还有它在征求什么样的人。当然，更多的资讯就要打开该专案的供笔投影片网站才能看见。 什么样的专案适合来黑客松提案呢？君临 V 的理念是开放。首先，黑客松的成果需要跟大家分享，所以需要开放授权。坑主要想好自己的专案要用什么方式开放，开放的程度到哪边，其他人想使用的话要遵守什么样的规范。如果这些让你一头雾水，没关系，君临 V 贡献者有开发一款 CC 授权小帮手，只要回答简单的问题，就能够知道自己的专案要用什么标示。 或是开口问，军旅兵的文化是乐于解答，不用担心问错问题。再来是行动主义，想要做什么直接做就对了。写一个初步的构想，或是给大家看你所画的架构，不用一定要到很完整的程度才拿出来。在半成品上加工，也是军旅兵很常见的一种文化。最后一项是公民精神，军旅兵希望让大家更有公民意识。 身为公民，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公共利益，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更进步。简单说，只要你的专案开放授权，也就是开源，一开始做就告诉大家，让大家能够加入帮忙，并且专案是对社会有益的。欢迎您到正 v 提案，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如果想要看过去都有哪些提案，一样可以在揪松网找到过往活动。 看看每一次黑客松的活动供比，就能找到该次的专案提案哦。军令 V 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交朋友。第一次参加黑客松要怎么交朋友呢？一开始可能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但只要你鼓起勇气说话或是打字传讯息，就能立刻交到朋友和参与专案。 在君离别黑客松里，有新加入的朋友，有一些会写程序的朋友，有设计师，有关心公民运动的朋友，有文字工作者，也有完全不会写程序的人，比如我。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黑客松里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帮助更多人哦。在外面有放技能贴纸，请大家选符合自己的贴纸贴在身上，可以用来介绍自己，也可以用相同技能作为话题好好聊聊天。 实体搜，欢迎各种问题与搭讪，这边有几个问句给大家参考，像是“请问刚刚某个提案要怎么联络或加入”，或者想知道自我介绍时某一个参与者是在哪个专案讨论，也可以说“我对什么议题有兴趣，我想做什么，有没有人要一起”，这样就是最简单又有礼貌的提问方式。欢迎大家多多搭讪交朋友。 如果不知道要找谁询问，请直接找手背上有红色坑主背章或是穿着黄色背心的人，他们应该要很亲切的回答你。给大家一个小任务，请在今天与十个不认识的人聊天，并记下他们的 Slack ID 在名牌后面。可以问他刚刚吃的点心是什么，手上拿的那盘是什么，好不好吃？最近有什么心情想分享？如果实在很害羞不知道找谁聊聊，找他就对了。接下来是很重要的社群守则。 在参加 g l b 相关活动，无论线上或实体，我们都需要参与者遵守这样的规则。我们不容忍任何人对参与者以任何形式的骚扰，因为我们致力提供无骚扰的环境给每位参与者，无论年纪、性别、性倾向、身体障碍、疾病、外貌、种族或信仰。所以，当你被要求要停止骚扰行为时，请你立刻停止。 伙伴是谦逊的，团队是欢乐的，作者是热血的，请大家一起维持这样的气氛。团队喜欢正面的建议与执行，不要只有负面的批评，所以讨论的时候请对事不对人，不要指责他人。另外，最后一点是传达给非新手或是未来你不再是新手时，请记得新人一开始茫然的感受，友善回应新人提问，不要只叫他 read the upward manual。 自己去看手册，自己去 Google，这样会毁坏社群良好的交流气氛。没有任何认识的人或不知道该做什么，这都是正常的。告诉自己没事的，没有什么是吃一片披萨不能解决的。如果有，就吃了两片。建议大家可以从帮忙记录开始，在开始参加每个坑的讨论时。 可能你还不太知道脉络或插不上嘴去讨论，你可以打开专案的共笔帮忙记录。那如果专案还没有开共笔，你就立刻帮他开一个共笔，记录下讨论的内容吧。这个是 HackMD，军临社群和 HackMD 有合作，所以有专门的网域是放置军临兵讨论的所有共笔，网址在画面上，这也是需要注册跟登录的，但它有很多登录方式可以选择。 登录之后，当你需要编辑，就点选图示左边的笔，或是中间的双栏进行编辑。但推荐点中间双栏的格式，可以立刻看到你输入的文字会怎么呈现，不用担心它的底很黑，像是看不懂的城市。黑色是为了看起来好看，其实它就跟你开 Google 线上文件一样，在左边黑底的地方输入文字，右边就会跑出你打的东西，就可以开始帮专案记录啦。 实体黑客松绝对是人人有坑跳。很多时候，坑主需要找的是帮忙校对错字的朋友、帮忙翻译的朋友、愿意接受访谈的朋友，给予使用者建明意见回馈。直接去问坑主还需要些什么，他们永远需要你。无法来实体松的各位朋友，如果你在家观赏这份新手教学简报，在脸书有两个公开社团可以加入，跟大家讨论 j l i n v. t w 后勤中心跟 j l i n v. t w 闲聊哈拉区。 只要是跟社群相关的，欢迎在这边跟大家讨论。另外就是提到的 j o i b l y Slack，虽然是英文界面，但你一加入，大家都会陪你讲你习惯的语言。打开之后，它就会把你送到最多人在的频道 General，是 j o i b l y 大型聊天室，欢迎大家多多加入。也可以找到 Self Intro 的频道自我介绍哦。 最重要的新手之术：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只要认真吃东西，然后跟大家聊天，就会有新专案产生喽。会议室内禁止饮食与无杯盖的饮料。另外，场外有很明确的资源回收分类，请一起拍整齐。这个活动结束也要一起把场地恢复原状哦。感谢，感谢。最后一个 m i s s i o n 就 o 比很重要的一课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动手做喽。 如果你希望《侏 e 纪》的活动能够持续举办，欢迎到周松网的首页认养大松。这些捐款都会作为黑客松举办的活动支出以及社群基础建设的基金。感谢大家，Happy Hugging！以上就是实体松的新手教学，感谢各位，感谢感谢。感谢